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何文田广场分行的 Kelvin Chan， 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个何文田半山的特色单位嘉林阁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入去参观一下。传统的何文田半山地段，环境清静，私隐度极高，加上交通方便，是真正的城市之中的绿洲。我们入来参观一下单位先。嘉林阁咧就位处于何文田最传统的豪宅地段，何文田山道12号。呢、這个单位咧就拥有前后大平台花园，可以参观一下个花园先啦。喺客厅行出嚟咧，就是一个私人大花园，是是正正，好大好好用。呢、這个单位前后平台花园咧，加埋超过1300尺，都几罕有，都是可遇不可求嘅。这个单位是3房一套房加工人房设计，独立客厅、饭厅，单位还连一个有盖车位。其實在市區找到咁大的私人空間都幾難嘅，更何況在何文田半山。如果對頭先我哋啱啱睇完嗰個特色單位，或者呢一區的其他單位有興趣、感興趣的朋友，歡迎聯絡我香港置業 Kelvin Chan。下一段片再見，拜拜。